每个人都有过去，但人是活在当下的。现在帮我一起扛起极客飞行的，是当下的石月和当下的常建雄。信号抗干扰力的问题，无人机发生调高的时候正好赶上雷暴，这个对电磁波的影响很大。但是在雷暴前期，无人机就失控了，说明信号接收能力有待加强。以我们现在的水平和经验，还达不到我们要的标准。我们可以去找国际上专门研究抗干扰的专家过来帮忙。常建雄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你把石月当兄弟，还是把你当冤大头？你快家破人亡了！常氏集团有问题，我父亲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你随便查，查出来什么我都认。但你想用这种方式把我踢出极客飞行，不可能。石月，你就是个懦夫，你就只会逃避，躲在女人背后拿男乔的挡箭牌，有种你就正大光明的冲我来！正大光明，你就正大光明，问心无愧，你就是救世主。那为什么不跟男乔说呢？是谁拿了谁的论文？过去的事情，男乔并不知情。你不敢说是吗？你不敢说，我替你跟他说。怎么了？怕？你是怕我毁了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吗？这事跟南乔没有关系，我不想他伤心，也不想他愧疚。况且，他不应该为你受过的伤买单。那你买啊！南乔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筹码。哎。从来没有当她是我的筹码，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的女人。你用什么身份啊？黑白通吃的酒吧老板，还是个贵妇不清不楚的男人？南乔的过去是一张白纸，而你的过去，你自己敢看吗？这个不错，是精品中的极品，身材好，一看就要运动，说明富有生活激情。养了狗还是三条，说明懂得生活乐趣，手里拿着菜说明会做饭，还买了我最爱喝的酸奶，说明和我一样讲究生活品质。最最重要的是，一看就没有女朋友。乔伊，有机会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没有女朋友啊？单身狗，单身狗，要是有女朋友还需要狗陪啊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你小姨所说的帅哥是吧？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你的小姨的男，变那栋楼的男朋友。追到山里守在小区还带着三条狗，你家族势力挺庞大的，怎么上次还没说够又想来找我挑战啊？闲的吧你，你什么时候赢过人家？你这些狗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这是最里边的呢，叫铜币，这个呢叫银币，这个厉害了，叫金币。这什么套路啊？我没有什么套路，这一些赤裸裸的名字啊，比较适合那一些五行缺金的某某。这狗是随了你吧？原来你是个财迷呀。你买菜是回家做饭吗？是啊。自己做给自己吃啊？一个人吃饭太寂寞，寂寞吧就会抑郁，抑郁就食之无味。哎，可惜了这些好食材。哇，你提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棒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？你做饭好吃吗？我是黑暗料理。那是吧，走吧。有话要说吗？你知道我谁吗？谁啊？你去打听打听，方圆百里玩极限的，没有不知道郑小爷我的。幸会幸会。
幸会，我小姨可不好惹，我们家三尊大神护着她。是你们要来我家吃饭，现在是谁惹谁呀？吃饭这种小事能跟谈恋爱大事比吗？你小姨跟你说我们在谈恋爱是吧？你这准备做什么给我吃啊？辣子鸡。辣子鸡？那你少放点花椒，我可吃不了吧。鱼呢？吃吗？吃啊，炸的酥一点，我只吃酥的。汤呢？来个酸辣的，这么多好菜了，得先开开胃。那吃顿饭是小事吗？吃饭当然是顶天大事了。你遛完狗就回来做饭，你有没有洗手啊？从来不洗手。你干什么你？哎，助记帮我拿湿纸巾过来擦擦手。不去。不想吃饭了是吗？你别想拿吃的收买我，太幼稚。你不吃饭呢，我一口也不会逼你吃的。那行，我也告诉你，我绝对不是坐视不管那种人。就你想和我小姨在一起，没门，会做满汉全席也没用。对话结束了，赢了吗？小姨，这个男人你搞不定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搞定的？那你仔细想想，他有什么好的？你不是夸人家身材好吗？身材好有什么用？最容易沾花惹草。还说人家养狗有爱心。他的时间都用来照顾狗了，哪有时间对你好啊？会做饭不错吧？哎呀，我的傻小姨啊，会做饭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没有事业，最后只能靠你养。而且她做饭还不知道洗手，还让我来给她找湿纸巾。我怎么知道她家湿纸巾在哪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湿纸巾在哪？我的天，这可是 Storm Free 的限量特供版单反相机啊！哇！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何止是特别，他们可是跑过界的大神。石哥怎么会有这个？石哥？石哥是谁啊？这滑板，哇，也太厉害！还有签名，哇！你这脸变得也太快了。这个师哥辛苦了啊，我帮你拉开椅子，坐坐坐，来来坐，吃饭前还是要洗手的啊。来，我帮你擦擦手。嗯，跟我说。嗯，背面啊，背面。哎，兄弟啊，你给我的那个是厕纸啊？啊哈，厕纸啊。厕纸好还除菌呢，你看还无添加。石哥这种皮肤正需要这种柔嫩的呵护。哥，以后你跟我小姨啊接触时间长了，你就会发现她其实有神经质。多理解理解搞技术的女人嘛。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她而迁怒我，我和你可是兄弟。跟谁是兄弟？没大没小的，把手放下来。你刚刚出来说什么来着？我说这个男人很完美，身材满分，气质满分，尤其是爱好，更是满分。哇，师哥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喜爱跑酷，你不喜欢我喜欢。喜欢什么喜欢？把人东西放下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真的喜欢吗？嗯。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要
用我的心来温暖这冰凉的相机，让他感受到我火热的心跳。不许随便要人家东西，放下，赶紧坐下吃饭。如果说以后你搞不定我小姨，你就随时通知我，我知道怎样才能治得住她。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几点了？赶紧吃完饭回家。我不走，我吃完饭还要跟石哥聊会儿天呢。告诉我你以前一些跑酷的事情呗。你真的这么喜欢跑酷？嗯。但你万不要大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大了？先吃饭再告诉你。哦。来，石哥吃。吃一个，帮他夹呀，没大没小的，真是。来，给他一个，夹。哦。手环上有全球定位追踪系统，可以追踪你的痕迹。那天你说要解放双手，我就尝试了一下，可能是实现了。地铁的限定时速是70公里每小时，进出站的时候会减速，中间会停一站。如果你的身手够敏捷，体力也够好的话，那我们就试一下。够。两站后，7号车厢，你看到的第一个人肯定是我。太棒了，小姨，赞，没问题。小姨，你就献个吻呗。我为什么要献个吻啊？我答应过石大神，他要是追上你的地铁，你就替我吻他一下。你答应的事儿你自己解决。哎，小姨，哎，小姨。
你的公司没有不动产，你拿什么来做抵押？要不这样吧，把你自己抵押给我。可以啊。钱虽然还了，但是你欠我的那一天，今天也得还。我觉得。哎呀，别急别急，等我先把这张微博发完。哎，别急，哎，搞定。给我看看，哎呀，别抢，大家看看啊！哎，给大家看，帅不帅？帅。酷不酷？酷。哎呀！走，别抢。技术难题，梁教授已经带着我们解决了。我们的产品还需要一些概念升级。VR 游戏大家都玩过吧？老大，这还用问啊？你这在座的谁没玩过？如果把 VR 眼罩结合到无人机领域，大家怎么看？这个想法不错，咱们可以弄一个无人机的 VR 游戏。就是玩游戏。如果真的专门为无人机设计一款 VR 眼罩，是不是就可以真正的做到实时观看，让无人机代替我们的眼睛？行啊，利用 VR 眼罩体验无人机的视域，这个要是开发成熟了，那以后应用就广泛了。可以为航拍、搜救、
增加新的领域啊。是啊，戴上 VR 眼罩，我们的眼睛看到哪儿，摄像头就对准哪儿，360度全方位立体化。到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就真正变成俯瞰整个世界的双眼了。那就具体方案了吗？我比较关心的是预算多少。我就知道你得问，我有。来吧，温总。这眼罩呢？你们俩开会说什么呢？这开会说 VR 呢？哼！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实验室里。铁人也是需要休息的嘛。实验啊，也是要灵感的。就是，跟地铁赛跑，把 VR 和无人机这个技术联合在一起，这种创意实验室怎么想出来？这是什么故事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哈哈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看。好看吧？这够刺激啊！这是被什么冲昏了头，敢跟地铁赛跑？这脑洞够大的呀！跟地铁跑得那么拼命，我猜是压了什么赌注吧？比如一个吻什么的。他跟你表白了？没有。昨天晚上他干嘛了？是我被表白了。好好拍，好好拍，啊，拍帅一点，换点造型。我要，我要。给我签名，来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要我要。签个名，签名，签名。现在我不方便，要不等一下我叫助理把我的签名照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出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真的是，我最近被这么多人表白，有一点不习惯。Hello， 这么巧，两位美女。Hello。一起喝杯咖啡。难得你请客。马上过来。好。这个是谁呀？大明星卢舟啊，我店里的常客，和小乔熟悉的也是不得了。那我去跟明星喝个咖啡。啊。好像现在我更需要他。Hello。嗨。哎，对了，跟你说，我家宝贝便秘3天了，哎，心疼的我呀，都怎么办呀？谁呀？什么大明星啊？猪什么？猪什么？鬼？大明星，我只认识陈伟霆，好不好？很红的呀，嗯，最近很多绯闻的，是吧？对啊，大长腿我就有啊，我也有啊，你看还是小鲜肉呢。他们在聊什么？你看他胸，你看他腿，
到家了，我先走。能够开发一个配合无人机的虚拟现实眼睛，这个想法确实挺酷。是啊。那我跟地铁的比拼算是没有白跑吧。是啊，还得谢谢你把 VR 技术融入到无人机超视距飞行的创意，是你给我的。我的创意？对啊，如果有了 VR 眼镜，你的夜跑画面就可以实时的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那你真的不想错过每一个瞬间？对啊，你呢？你这次准备好了吗？放肆去爱，对你来说并不简单。我不行了。加速大脑回血，说不定能够想明白很多事情。我睡下去了，你慢慢坐。你以什么样的身份？黑白通吃的酒吧老板，还是和贵妇不清不楚的男人？南桥的过去是一张白纸，而你的过去，你自己敢看吗？有何？我这个个性独立有主见，毅然放弃总裁之位，愤然做底层人士的儿子，今儿是怎么了？主动登我的门了啊？你是我的家人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嘛，论友情比亲人还亲，论感情门都没有。我不想做南桥的家人。哟，哥们儿，开窍了。哎呀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说出这句话了。来，追求南桥西。
老板，今儿还去我家找老周下棋吗？问你点事儿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关于夜跑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说，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也在那视频里头啊？哎呀，现在呀是信息社会，我的信息可是很值钱的哦。啊，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个新手机，也挺值钱的。现在看来，你应该不需要了。哎，等等，你没看见他跑过那姿势、那肌肉、那眼神，倍儿男人。别说我小姨了，我的那些同学们呢，都排着队等着和我要他的签名照呢。哎哎哎，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一个是循规蹈矩的模范生，一个是放浪不羁的差等生，一个从不越线，一个敢于尝试，一个连我喜欢你都不敢说，另外一个恐怕早就把我爱你说出口了。没有可比性。其实，在爱情的战争里，没有谁让谁，谁对不起谁。你必须要拉响号角去战斗，为自己争取说我喜欢你的机会。放着的这些玻璃的泡泡像什么？黄色的像橡胶，像香蕉。有黄色的橡胶，有点像水蜜桃，像芒果，蓝色的像水蜜桃，这个金色的像桃。太有想象力了，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好吗？大家跟我过来。原来你周末都在这里啊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对以前那个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南桥刮目相看了？嗯，原来除了无人机，你还在对人类社会有点贡献。大秦大桥说破门。哎呦，你想去吹玻璃，后面排队去。南桥姐姐，那是什么字呀？小屁孩，你。电影里这玩意出现的时候，下一秒不是表白就是求婚。你属于哪种？哇，是子弹，是真的吗？能不能借我玩玩？城堡前栽着一棵苹果树，树上结着。那我还需要排队吗？哎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把东西给我！哎，你不要敢说我的解围！哎，前提是你没有拿走我的东西。你用这东西是追不到女生的。你先把东西给我。秋雷啊，我出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。哎呦，好，刚才我们烧玻璃的知识都学过了，现在要动手做了。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太棒了，来跟着老师走。来吧，来，你们都可以坐。你瞧，还记得这个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从这颗子弹开始的。送给我啊？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希望我做回之前的长剑雄吗？
所以呢？这就是我做回长剑雄的决心。为什么学做玻璃啊？上学的时候只知道大都好，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后来自己动手学刷玻璃，才知道只要手法得当，加入金属，玻璃可以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。而且金属玻璃不透明，不发脆，具有所有金属化学结构的弹性和磁性优势，还能把玻璃的机械强度发挥到最大。这你都知道？金属玻璃运用到金属领域，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不愧是我的人生导师，常老师，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如果将来金属玻璃可以应用在无人机领域，不但可以减轻机身的自重，还可以增强抗冲击能力。只有把成本降低到可以被消费，无人机才能真正的步入到平常百姓家。是啊，到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彻底发生改变。为什么送我这个？如果我说我想结束之前的关系，跟你重新开始一段冒险，你信吗？我宁愿相信这是你送给我的护身符，能让我赶走所有妖魔鬼怪的护身符，让十月离你远一点的护身符。我就说嘛，夜跑视频之后，你怎么可能不问我问题呢？那我该问吗？必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把我身边出现的所有男人调查一个底儿掉，不符合你长剑雄的人物性格呀。十月，你出名了，过几天我也回来给你捧捧场啊。